经文是创世纪三十八章八到二十六节。犹大对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敬礼。”地为地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斯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媳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家等守寡，等我儿子斯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听哪去，到他剪羊毛的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公公上听哪剪羊毛去了。”他玛见希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听哪路上的伊那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言不知道是他的儿父。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个山羊羔，打发人送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之前，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了帕子，人就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羊羔去，要从那妇人手里取回当头，却找不到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那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呢？”他们说：“这里没有妓女。”他们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到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你竟找不到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的妓女，并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就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带和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呢？”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安城教会的弟兄姐妹及慕道的朋友，以及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你们的教会的王牧师告诉我，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一粒麦子落地结实。安城这里有着有名的五校联盟，
Amherst College, Hampshire College, Mountain Holyoke, Smith College 以及 UMass Amherst。 你们每一年培养上万的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人文、经济、工作、电脑方面，因此对麻州政府以及美国政府有很深远的影响。因此你们今年安城教会的主题，一粒麦子落地结实，其实包含着非常重大的历史使命和属灵的意义。今天我站在讲台上是有一点惶恐战惊，圣愿神用炭火沾我的嘴唇，使我讲的与听的能够同感一理，满有圣灵的感动和呼召，使神的心意能够在安城教会得到完全的满足。一粒麦子落地结实是出自约翰福音12章24到2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地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怒自己的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段经文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一个很好的教导。我相信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已经听过这段经文的讲道或者是灵修，我就不再重复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我甚愿今天能够从旧约找出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他就像一粒麦子落地结实。我找到的这个人我看一下，就是犹大。为什么呢？因为神使君王弥赛亚从犹大而出，君王是来统治万民，使民昌盛。那约书亚弥赛亚呢，是主领万邦，要带人进入新天新地，进入永恒。我们知道在犹大之前，他的祖先早已经有美好的信仰传承。首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神将他从乌尔呼召出来，离开本族本乡，神就赐福于他，要让他使万民得福。接着以撒是神成全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后裔，他是在亚伯拉罕100岁时候所生的，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以撒他是非常顺服神，他不娶当地迦南的女子，而是娶利百加本族的女子为妻，来遵守神。然后雅各是神计划的亚伯拉罕的第三代，他这个人不是太好，但是他能够与天使
整夜摔跤不放，他很重要的就是要抓住神的祝福，以致他就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始祖。但是犹大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他就像一粒麦子落地结实，最多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数记二章记载，以色列的战士总共有60万之多，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里，犹大族的人口最多有74000人。第二，君王大卫是出自犹大的支派，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出自犹大的支派。然而犹大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他不是长子，为何雅各要将君王最大的福分赐给了犹大呢？使他能够像一粒麦子落地结实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要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妻都要向你跪拜，万口都要向你称颂，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以谦卑顺服天父的旨意，道成肉身，从天上荣华的宝座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的样式，甘心受苦，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流出，成为我们赎罪的代价，担当神公义的震怒，你的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使我们从死亡的黑暗里进入到你爱子的光明国度。圣愿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成为一粒麦子。主啊，求你将我们撒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并且愿意你复活的能力不但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落地结实，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使你的名能够在 Amherst 全地得到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雅各是怎么样祝福犹大的呢？在创世纪49章，雅各的祝福是这样子说：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的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敌犹大，杖不敌他两脚之间，只等到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驹圈在葡萄树上，把驴驹圈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雅各给犹大的祝福是一个君王的祝福，在他给十二个儿子祝福中是最大的祝福。犹大他曾经出卖过约瑟，又欺骗他的儿媳他玛，不让小儿子
娶寡妇嫂嫂，造成他玛他不得已装成妓女与犹大同寝生子，造成非常不伦理的事情。那到底犹大凭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大的祝福？让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雅各为什么要单单的祝福犹大为长子？第二，神又为什么要拣选犹大成为以色列君王的始祖，以及基督耶稣的祖先呢？首先，在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里，为什么雅各他单单祝福犹大为长子？第一个，虽然犹大是第四个孩子，但是长子暗嫩他与他父亲的妾同寝，就玷污了父亲的床，就被废了，因此长子的名分是空的。第二个，犹大他从外地回到弟兄中间住，他与他的弟兄再次的认同，因此很多的弟兄很支持犹大。当时约瑟是埃及宰相，按道理他为长子呼声是很高的，特别约瑟他一生受苦，有好多他的品格就像耶稣一样，所以呢，雅各他祝福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蒙受超然的福泽。但是约瑟他的人缘可能有一点问题，因为他小时候做梦，太阳、月亮、星星都向他拜，象征父母哥哥要向他下拜，这会引起他兄弟们的嫉妒。在埃及高高在上，他做宰相，虽然他原谅他哥哥过去伤害他，并且还照顾哥哥他们的家人，但是哥哥们心里还是怕怕。第三，在十二个兄弟里面，他毕竟是第十一位，年纪太小，让哥哥们不太服气。那还有一点，就是遭到雅各的欢心，就是犹大他非常的情深意切，在创世纪四十三章，他得到雅各的信任，所以说雅各就愿意让犹大带着便雅悯到埃及去乞粮。在众子中间，雅各是最信任犹大的。现在我们再看，为什么神要使君王弥赛亚从犹大而出？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要君王和弥赛亚从犹大而出，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犹大他身为族长，就是十二支派的之首，他愿意向外邦女子他玛认错，当时向一个女的认错，又是外邦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犹大他有悔改的心，与他的行为相称。其实很多人，我以前也是一个骄傲的人，也是愿意认罪悔改，
才得到神的恩典。这个非常重要，不是在于你的地位，你有多有钱。第二，他曾经与他的兄弟分手，因为他不耻他兄弟们的行为，他愿意，但是他愿意回来与兄弟们认同，与兄弟们恢复和好，这是有很大的勇气。第三，他信守承诺，他甘心受罚为奴。犹大他有耶稣基督为人代赎的心肠。我们再仔细的谈第一件事情，犹大他身为族长，他愿意向外邦女子认错，女子就是外邦人。早期犹大他到外地，他是娶了迦南的女子，生了三个儿子。那大儿子娶妻他玛，作恶死了。二儿子就娶了嫂嫂，同房的时候就把金子留在地上，免得给哥哥留后，作恶也死。那犹大就怕他三儿子也会娶他玛会死，他就骗他玛回娘家等三儿子长大，但是犹大却不肯遵守约定，他玛以致他就假扮妓女与刚刚丧妻的犹大同寝，并拿了犹大的信物。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媳妇他玛做了妓女，且行淫有了身孕。犹大就根据律法说，拉出他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就打发人告诉公公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认这些信物是谁的。犹大他就公开承认，公开他比我有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但从此以后，犹大不再与他玛同寝。所以说，这可能是在旧约里面，犹大是第一个族长，他愿意向一个女子，又是一个外邦人，公开勇于认错，说他玛比我更有义，并且犹大他承担责任，他接受他玛为他儿子的媳妇，承认他是他的媳妇，而且抚养他的两个儿子，并且让这两个儿子拥有犹大所有的权利。这件事情就是很多很多的外邦人尊敬犹大。同时犹大他接纳他玛的榜样，以致就影响到他的后代。如果你们看他的后代可以接纳外邦女子拉合、路德，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也是神的心意。神爱以色列人，神爱外邦人，神爱我们中国人。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来看，特别神提到他玛、拉合、路德这三位的外邦女子进到基督的家谱里面。神看重我们要有心接纳外邦人，不跟我们同种的人。第二，犹大他曾经与他的兄弟
分手，但是他今天愿意回来与兄弟认同，有很重的一个原因。因为原先犹大他看到他们弟兄们非常的残忍，他杀人把整个事件的家族全部杀掉，同时他们的弟兄嫉妒约瑟，本来想要杀害约瑟，骗他父亲说是被野兽吃了。犹大为了要救约瑟的性命，就劝大家将约瑟卖到埃及。但这些年来使犹大非常的不安，因此犹大就离开他的兄弟，多年在外地娶妻生子。但是如今他愿意带着他的儿媳妇和两个孩子法勒斯跟薛拉回来自己的同胞中间居住。所以说我们看到犹大他回到他父亲和兄弟们中间跟他们去认同。那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他真心的要与兄弟认同。第一件事情，他要养育他的儿女在犹大的文化中，这是文化的认同。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在美国也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他与弟兄们和睦相处。第二，那时候正在饥荒中，他能够与他的兄弟们共患难，他们在患难中认同，来彼此担当。第三，他情深意切地向父亲保证便雅悯的安全，以致雅各同意便雅悯跟他到埃及去乞粮，这是生命的认同。第三，犹大他是信守对父亲的承诺，他如果没有办法把便雅悯带回来，他甘心受罚来做奴隶，显出耶稣代赎的心肠。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他们第二次必须要到埃及取粮，要不然全家就饿死。当犹大跟兄弟们取到粮，但是回家的路上被埃及的侍卫追上，发现到便雅悯袋里有约瑟的银杯，事实上这是约瑟故意放进去要试探他们，便雅悯就被扣留带到埃及宰相约瑟的面前。埃及因此雅各就向约瑟恳求，犹大就向约瑟恳求。犹大是这样说的，在红字，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哥哥一同回家。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么上去见我父亲吗？恐怕我看见灾祸会临到我父亲身上。这是我们看到犹大他不惜自己的生命，真心虔诚地为便雅悯恳求，甘愿为人代赎。这真是耶稣为我们舍命代赎的榜样。好了，看一下啊，结论，
我们从今天犹大的经历来分享一下。你们愿意学习犹大，像一粒麦子落地结实，使更多的人能够蒙福蒙恩。在这里，我愿意用自己做一个抛砖引喻。我跟做制作的人一样，1973年24岁的时候来美国，进到纽约大学，在教会认识神，结婚46年，养育儿女，工作40年，2019年退休。我想分享我一下我生命神给我的塑造、打击和恩典。第一点，犹大身为领袖，愿意向外邦女子他玛勇于认错。今天你们愿意接纳不同意见的人，能够寻求和睦。我愿意分享我在华人福音堂巡堂八年的经验。在1991年到1995年，我在福音堂里做执事会主席。那时候我们刚刚请到张开地做传道，教会百事待兴，一方面我们要巡堂，一方面我们要修改宪章，这两件事同时进行是最容易造成教会分裂的。当时教会成员来自不同的教会背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地区，香港、台湾，我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为了合一，我们是采取100%的通过，任何一个人都有否决权。这对我当时讲求效率又性子急的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时候漏尔教会的刘锦书牧师是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几乎每个月有一两次我们都要请他到我们教会来疏导，我们一起跪在地上彼此认错、认错悔改，彼此接纳，谦卑忍耐，等候神。终于1995年完成了献堂，当时他们说这是 the deal of the century。 那时候那个律师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就是神在这上面帮助我，以致我后来在 Worcester 我们有两次的建堂都很顺利。这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认错，来接纳对方，寻求和睦。所以感谢神，一直到如今，今年是华人福音堂建堂40周年，那乌斯的分堂也参加，我们真是有很好爱的互动和合一。事实上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在1995年那时候，我正在 Raytheon 发展萨德系统的防卫系统，那时是最新的雷达，在美洲的技术研讨会里面，我愿意接纳不同意见的人，让我真正学习谦卑尊重别人的批评。我是学电机的，特别在不同专业的工程师，像材料、机械、制造、软体、
需要有或顺利的交通，以致我们就有一个 synergy 的效应，叫做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这是很好的。因此我们的研究发展顺利，以致我在 Raytheon 就也采取不同的态度，同样的态度，在不同的 project 里面，我有20多个专利，有2/3我是跟人家一同发展出来的。这真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在教会的工作学习，建立人际关系，也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上得到成功，同时也在我们家庭里面能够有好的建造。第二件事情，犹大曾经与兄弟分手，愿意回来与兄弟认同，他没有逃避，寻求双赢的改变。今天我们愿意放下两岸的隔阂，为两岸的领袖人民祷告，我们在主里谦卑寻求合一。我很痛心的看到在 San Francisco 的教会的枪杀的事情，因此我在这里要提到当初我们教会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克拉克大学的一对年轻夫妻，他们是本科生，年纪很轻，但是他带领我们的敬拜，就像你们这边有年轻人带领敬拜养育儿女，他们是在圣经文化成长的美好见证。那时候1999年我被派到Worcester 去执堂，那有很多人原先的华人福音堂是有很多的同工是台湾香港来的，但是我来到 Worcester 95% 以上都是从国内来的，这对我是有一点的挑战，不是挑也有很大的挑战。感谢神中间我们有两位年轻人，一个是从大陆来的，一个是从台湾来的，他们在教会认识，相爱受洗，结婚生子，他们带领教会的诗歌敬拜，把我们从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借着诗歌敬拜，心都连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用圣经的文化，我们都很爱他们。这真是神的祝福，也是神帮助我们能够与不同背景的人认同，没有逃避，我们在主里合一，真是美好。所以说，以致以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谈政治，而是谈在主里事工的合一和团契的和睦。第三，犹大信所承诺，甘心为便雅明受罚为奴。今天你们愿意投资你们的时间资源，为这些 Empress 的学生做辅导的工作，做婚姻的教导。3年前我从 Raytheon 退休，我有35年的相位天线的雷达设计，一方面我指导 Raytheon 的工程师他们的在 UMass 的一个硕士论文，他们所研究的题目必须与我们公司的项目有关，我给他们指导，最后他们在我很多的不同的项目中成为我最好的帮手，我很满足。
同时的话，我还可以帮助一些 WPI 的研究生，因为我受过恩爱父亲营及黄维仁亲密之旅的训练，那我过去十年在 COCN 就是那个吕子峰他的 COCN 帮助许多夫妻恢复和好。我们很高兴，我跟文娟很高兴能够投资自己的时间资源为这些学生做辅导的工作和帮助他们工作的成长。因此我深深的认为你们中间有很多人，你们工作的经验，你们生命的经验，可以大大的祝福这里的学生们，非常的重要。就如同我过去在纽约大学，我受到教授的鼓励，使我从过去在台湾那个教育制度对学生的限制和压抑，我重新得到完全的释放，开始有独立研究的能力。期许你们每一个长者，只要用你们轻轻的一句鼓励的话，可以给这些年轻人带来很大的帮助。你自己都不知道，我知道，因为我曾经走过。所以说，同时的话，今年有两个 WPI 学生拿到电脑博士和机械博士，中间有一位他们两位都谢谢我，中间有一位特别在论文的 acknowledgement 联系我的名字。事实上他做的论文我也不懂，但是我懂得去安慰人，去鼓励他，帮助他的婚姻走过来，因为学业跟婚姻是有很极大的关系。当一个人他婚姻不好，他没有办法专心他的学业和工作。诚实来说，同样的，你们有关心到你的儿女吗？他们也需要你的关心。诚实来说，当你投资自己的时间资源在慕道的朋友身上，或者在你的子女身上，你不一定马上会得到回报的。有时候我自己心里是有点不平衡，说怎么这些人这么不感恩，但是重要的是神都知道，你只能不悔不弃。这就是落在伊利麦子落地结石，不是死了就没办法结石。我有五个女儿，两对双胞胎，大女儿是蒙古痴呆症早夭，那四个女儿都成家立业。有一天很意外的，我三女儿是特别的很有个性，反叛性也很大，他居然在 Facebook 上面他公开他的信仰见证。他说，他这么说，在过去两个星期，我的父母跟我的公公婆婆，就是他丈夫的父母，他们很有恩赐，花很多时间在我三个孩子身上，使我万分蒙福。他们帮助我教养我的孩子成为敬畏神的儿女，我不能等待我的孩子能够与他们的祖父母有更多时间的相处，使孩子继续成长在祖父母属灵的影响下。然后说，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谢谢你们一直养育我们很好，只等到30年后
你们才从我们这些孩子得到尊重和感恩。事实上你应该得到的超出我所能表达的。爱你的 Mary， 这件事情三四年后你才得到回应。当然这件事情使我心里很喜悦，最重要的，我认为我们基督徒信仰要传承下去。我特别感恩的，去年九月我的外孙女 Evangeline 刚刚满十二岁，在芝加哥受洗。今年 Mother's Day 的主日，她的妹妹也同样的受洗。这就是一种一粒麦子落地 结出两个麦子。感谢神，基督的信仰必须要传承到第二代第三代。这是一粒麦子结地的美事。因此我特别要提一个人，叫 Clayton Christensen， 他是一位相信神的 Harvard MBA 教授。几年前他安息主怀，但他书里面，我希望你们都可以读一读。 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 这本书他对生命的投资给我们一个很有智慧的分配，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介绍我的女儿女婿还有朋友看。他第一项他说，第一，你不要对工作过度的投资，或对人际关系一点都不投资。我们要帮助人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丈夫、好妻子，能够好朋友，相信神。第二，不要忘记重要的事情，要适当地分配资源，在家庭里建立正直的品格。第三，决定你的立场，坚持原则百分之百。神衡量我，不是你有多少的金钱，多大的地位，他用我帮助多少人来衡量我。最后，我愿意用 Costa 长老续勉我们的话，他说，耶稣基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他赋予爱最高境界的诠释。后来他赎了我们所有的罪，最后还为我们所有的人牺牲生命。Costa 长老这样解释，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爱的人舍命，但不是真的为他们舍命，而是为他们活。我们要付出我们的时间，在他们的生命中与他相随，为他们服务，互敬互重，相亲相爱，像家人一般的表达真正的爱，并且像救主一样教导那样，对所有人表达真正的爱。愿神赐福大家，愿你我都像一粒麦子落地，能够结出更多的籽粒，使更多人在安城蒙福。阿们。